白玉村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青山秀水，绿树成荫。走进这里，只感到满目村容，一片静谧。原有结构和布局没有改变，原有淳朴的乡风乡情没有变。现在村里面有多少口人？现在村里头人口是有435个人。常住人口呢？常住人口现在有120个人左右。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来的。咱们刚刚说的那个以前那个食堂是从这儿走的？他从这儿走。咱们这个地方挺凉快的。这还凉快的是肯定凉快，咱们自然准备好就放。咱们这柏树多是吧？啊，柏树多。因为它是树的，都吸着吸热嘛，吸收热量，咱们人嘛，跟了咱树也把热量吸收了，把这二氧化碳吸收，跟于人嘛里头是氧气和的一种舒适的一种这环境。是，我看那个沿路后来就是有一道河川，那个河川是每年都有水吗？每年夏天有水，它就是。因为这地表水，它就是说，咱这地下地表以下，因为它这回头都属于一种的矿石矿嘛，矿石类，人们说是水呢，水建的时候就顺着石料的流，矿石在这钻了地下了。但是这夏天雨浇天地和水位升高的时候，它就从地面浮到这水上的这回头的浮到这里弄起来了啊。但是现在的回头石头底下也有水，下水有，哎呀，5-6米、10-6米左右，它的地下的水它也不久了。就这种情况。那咱们白玉村建村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现在村这个地方还是建村？因为你知道就是发生了三个，我那也不行，我那也不行，这也不行，这老一套，这个娃娃这个。这是个什么庙？就是以前不是村的有桃嘛？老一套岗铺。这是观音。这是叫的是观音桃。我过呢，有关公。这边是关公，这边是，观世音菩萨，这是观音堂，这是意思就这个。以前人们走呀，这是不是走这儿呢？是吧？进来村，进来哪一村，总得从这桃底下头过来。后来不人们就是因为他这走出来的不便利，人们才就是从这修了路。一走一进，进来村，不能去哪头，哪一村都一样，都得从那这桃底下过通过。意思就是说了，人家这通过家这。生了嘛以后，即使你有人，你要是有这个，比如人家是这兴趣不好的人，或者是有这社会上的无赖，可以说一切不正常一种这样事儿。但是你通过的人嘛，就是要上歪风邪气，人家直接给你压住了，压住你，就不让你通过这意思。他也这么个，一个是借此口儿安静，这意思要人嘛一种生了这种去。那每个村建这个堂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都是这，都是这样去叫的，这江州长生了，江州村，都是这意思。从村委落来，原来的他，这都是这，这是这爱口，修边框厂的时候，我想把这他的木头都吃了，我再都拿走了，砖、瓦、木头都是家三人拿走了。光掉下地下的了，地下的后来这是这，2002几年，又重新建的是吧？盖起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原来这都是乱的，刻工的这青石台阶，都是一大片庙，这是龙王庙、奶奶庙、五道一庙。这是这台阶，这面这一方都是西台，门前盖坏。这里有三块石头，一绣块、二块、三块。石头根儿都是要卖马的玩意儿，这四代克拉都往这看戏，每年这一台都是干坏，跟这个干坏唱戏。那意思是，五道爷三个庙一起在这儿供奉的。对，我们没有唱完了，后来都是吃了都回来破坏了原形，这几样石头，按这风水来说，这都是那树上的一层嘛。
烧马舍，回来家的下马舍，烧马舍。那是刚到。啊？这个槐树刚到，树上为老槐树的上些是小粒的。这个？哦。这是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是什么意思？第二代它就是第一代，让老师的锯了，这是长起来第二代。哦，大树了已经。这个大概有多少年了？哎呀，这树得有这么多年，这将头到今年到七十年。大的也大树以前可能也树上没大。啊、哦，这就是以前这个食堂。哦。就人家再从老家。哦，再有再从老，再有是再有外头再有还是再不行。嗯。再不行就是再从老。是人民高级北京人高级北京基准两家断送老家。嗯，这就是这断送老人家就就在这月上的这是这叫这一方原来是你的很有场变化我以为是变化了你有场的啊、哦、那后来为什么改成食堂了食堂早一些，人家这是点地的。五八年之后不是，这是那人民广是食堂化的。嗯。这那这食堂论，这是济源上面的地段。哦。济源上地段后来的那多少都卖上家的都好。五地房子是不是三明两岸是三线房的，又隔山，又到破坏的没鸳鸯。就是这一房是双呀。这刚出来五十余，这都是贵厂，贵厂是，一月日也是贵厂。所以这房都可能是你看这些食堂上，这一房都是裂出，都是抽着合理院的。西为主啊，这个食堂家的这个住房，这不是啊，他不是刚是五八年做的这食堂，两回五八年弄了一回，这是改到这味道是。到来，我所有家户粮食，卖咱这村里不是啥上家户，每个都有食堂，粮食都放，人家到来就村花都包着，高里头要上都记了，都吃了好，吃了甜，那是吃一家吃一家吃。哦，这人家不食堂还是去户上拿不？拿粮食回来以后来这村这里。你到那找来木头？哦，这是在户上存放的，这是说把你家完了以后再砌牢房，然后拿过来这是咋回事？是他家的。粮食到人家这都放。哦，是这情况。哇，这不要不没地方放嘛？啊，五八年、五九年弄的，后来不是这大吃大喝的垮塌了，垮塌了没办法了，挤塞了。接下来搁到六两年的药厂，第二次药厂里去食堂了。第二次厂里去食堂了，我这是不爱吃，我吃了，我这是放厂了。三岁以下是三厂，到三到七十岁就是五厂。啊。我十到这是十五岁就是七厂，就是常年就是十厂。就是你这大饭是爱长大。嗯。那。长的干粮嘛，糙米啊，倒是爱吃。嗯，只要挂了一盘，然后一卖正好挂了我们盘盘。这是比我种大麦的比我种啊，拿着盘盘。什么年龄就吃什么饭？开饭到了，开饭了，这是用，这是秋上我行马路，到我可能转一圈开上马路，开饭了，都点的锅来大饭了。他我跟你说，五八年我到时候来这里最抓这饭。后来就停马路来打他，这就是两年。嗯，可让大饭的走了是吧？那你家有几口人？对，大爷过来这大爷以后不在这吃饭。哦。走一起五八年一起的时候是，啥呀？因为啥？他后来一院这些一干咱们现在的做抓一院做菜一院，韭菜来了这大饭的饭都在这韭菜吃完以后，嗯，这放在这了。嗯。五八年后来第二次。有组织食堂以后，这是大以后可能会好像跟人家吃了，拿锅拿那来这大的走了，就这意思。哦，这都是这都是每年夏天过去做的干干净净的，从我这老婆嘛、小孩嘛到来这厂里。哦，都来这吃饭呢，啊，厂他的厂长，搁到不是种把地了，还是地上没农活了，舒服的，老婆嘛来这拿福地，乡里拿福地，好地方。哦，不过去呢，这地方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嗯。
不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惬意的情景啊！炎热的伏天，一群妇女坐在巨大的树荫下的高高低低的石头上，山谷吹来清凉的风，纳着府邸，东家长西家短。府邸之所以有了这个特殊的名字，自然有它的特殊意义。伏天正好是农闲的季节，天气潮热，那鞋底子的麻线松软光滑，穿针引线利索紧凑。待到秋冬干燥季节，麻线自然收紧，鞋底子就会坚硬如板，结实而又耐穿。咱们后面那个山是叫什么山？哪个山？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莲花池后面那个。啊，就北游。啊、哦。不是北游。啊、哦。我也是，嗯，你说我也是，你说你总体来说，它不是物理接近的。嗯。这都从这就，俺放生那会儿都是王放，他不开始八卦那他是开这里是熊，熊不是这代表这是女人的。嗯，怪你的，这是怪你。这怪你，这是怪你这出的高档人才，这是家好家好的驸马官。风水之说，且不论它的科学性，但百玉村出美女，那是真真切切的。几十年中，仅百玉村，有着沉鱼落叶之貌。有名有姓的家人就有十几个。这个就是旗杆院是吧？啊。那你给我讲讲这个旗杆院的故事吧。哦，旗杆院呢，就是在清朝年间时候，嗯，一个就是这里一个树上一个小草抠去了光明以后，他就是当时在这抠去的时候，嗯，他还不知道抠中了，嗯，还在家里面干活呢，就是带了那个毛层的东西。在路上走嘞，正好碰见一个送细胞的人来了，他问他嘞，帮着就是往里踏，嗯，结果他是在那干活嘞，嗯，就是说哎，他是在这拿起来在村里面的，你好去吧，结果有个人家回来了，他从抽袖兜跑回来，一看就是他，他揣出下的一个大风管，实际上人家后来做到咱们布政使的这一届的官员，那相当于是几品？从二品。从二品。啊、布政使，布政使，布政使是相当于现在的，管啥呢？是，管行民政，民政啊，管民政的这次。对，那他那个旗杆那个下面那个柱子还在不在了？没在。那他现在有没有后代了？哎呀，后代到多少年他出去了？出去了，到没在村里面住了。可以了，就出了；不可以的来了，来了又可以了，又走了，就是。说明咱们这儿风水好，出人。就是，嗯，反反复复。哦，就叫大风管儿。哦，大风管儿。大风管儿，对。这带大风一管儿，它叫这是气场。人们不是说的，人家比你比这村上带大风都能到了，都能到了这个，到了这上官儿，不是人家是？这样，好像这不正是怪名正怪气。哦，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吧？这那也得树立旗杆的尊儿，这一起这是旗杆月。你看这个一起的旗杆月，人家不是还有这个旗杆和尊儿来那么在了？啊，一起旗杆月不是还有尊儿嘞？哪里？这咋去取去？嗯，养活的。哦，就是这个。伢靠树里玩了。嗯。树里叶上我有，看着有破的毛的。这个是的衣裳吧，我把被裹了。衣裹短个，哦，裹短不有个，可能是喝的饱嘞。这一阵这是在粘嘞。哦，这是你的乞丐的嘴儿。小小的百玉村，
小小的故事，但小小的故事在多年之后都会演绎成惊天动地的大文章。独立营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942年从跳铁。然后这块都是吗？这一块都是营部、土方、指挥所，这个他们的指挥机关到这地方。全场是都是以42年为基。嗯。朱学家将西山以后，变成朱雀县，改成朱雀县以后，也就朱雀这样，自己就留下这样。这个是指挥部。对。你看这一个就是他们当时这个戒指。嗯。杨庄李永顺就是原来的杨庄，后面的朱辉就是咱们县这个四平村的。然后政委杨大夫当时是县委书记，杨永玉是后任县委书记。嗯。这样是第三个。左权独立营的历史将近3年。1944年，左权独立营脱离了地方武装，正式归建野战军。抗日战争中，独立营创造了用手榴弹传递情报的方法。三声爆炸，表明敌人倾巢而出。两声爆炸，系中等规模扫荡；一声爆炸，属小股敌人骚扰抢劫，使部队及群众及时地掌握敌军动向，避免了许多损失，受到左权将军的赞扬。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必须一提的是，2019年国庆大典阅兵仪式上，战旗方阵中，左权独立营的旗帜迎风飘扬，接受全世界人民的敬仰。走在百越的街上，人们的讲解离不了寺院，离不了山形分水，离不了一个个走出去的百越人。寸方之地的村子，竟有大大小小的庙堂寺院十几座，甚至还有官庙，这让我们由不得也进入一种玄妙的境界。玉曲那儿，玉曲这段时间住的和这女和尚的，那这个爱乐的家，就在这一块儿啊，就废旧了，他那这他那废的了。嗯，我这是玉曲寺，我这是说的住二百多，就是那个房子啊，我里头一进那是有4个院。最早以前估计人家都说挺大了，对吧？估计应该是这个，然后就是经过几次跟媳妇呢，他也是耍的。这外头
拜因为院里头拜望还不少是，但是大帮最早一段是一枪头康熙年间，康熙做不清，弄不清楚是怎样。拜可都有大跟人换了，这不是拜。到这里是，这也是拜。这就让我，这不就让，这是让我们，这不就让我，这是可以种这个。都属于上花，梨花是上花，梨花，应该是梨花的，这不是按照下来花长个一身。这是上，这是的，应该是一个故事图。一个故事图。一对的娃娃还有这不还有。今年大家叫起来是扎不动这个东西，这是这样。你看这个花刻的。让我。开着船，船着佛座，应该是一个富贵的人。你看他那个头顶上还有那个花冠，手还托了一个东西，手里面托的一个东西。这个手里面托了一个东西，很古老了。这也是一个阁吧？这上头都是戏台，底下都是古迹塔，这都是牛，我也是牛。我是塔古古以前一些传说啊，这是这个，我是尼姑咱们的这个玉泉寺和的一个塔，这是观音塔，以前也是这玉泉庵嘛。再往过和老一套，咱们看的那个南面那个庙，这是一线，人家就是还有过边还有一个观音塔，这塔不是塔不是那是观音塔，那一个都是一线的这一线上建一个一条线上建的这个庙宇要三四座。就是这么咱们下次咱静的这边看看。这张倒是布里的供奉地方。这地方呢，这里头有好多的墙石，是不是？我倒是这倒是建庙的。这个一些咱倒是有这。大庙庙。哎呀，看到这地方都。这就是来了，这就是咱的玉泉寺。咱们村的村名呢，从这个村名来历，五台和尚就是在这地方。这村上的老百姓一包给村里头起个村名吧，说是应该起个村名。这个老法丈呢，出来拿了匾，起了个拜字，先起了个拜。然后观看了咱们的山，到处都是山，山谷一样的意思。然后最后拿了个山字和谷字一合。二字和一个玉，三个玉，这起送笔写下白玉村。咱们的村名由来就是这么样由来，这是白玉。那这个庙是谁建的？传说是有一个老太太摆着一个就是石佛像，就是释迦牟尼的这石像。摆到这地方就说准备放在这儿，就是说谢谢的意思，就摆不动了。一个来了这儿以后要这放，放下以后就再怎么也拿不起来了，拿不起来这个石佛像意思就是。这老奶奶就这个许愿子说是就从那借了一个字，许愿子是这么许了字以后，当时咱们这一没拿砖头瓦块，一没什么东西，只能用咱当地的石头和泥土。建成寺院以后，不是这寺五台呢，五台高僧现在有好多寺院和尚就陆续的，就住在这儿开始培训基地啊，或者就提高学历的这意思。但是每年都有这高僧来这讲课传授这佛经，建成以后最近就一开始有几十名，然后又到100名，最多时候上了200，这也是碑文记载的，人家有的人见过这碑文。现在咱们找这个，因为照片这个原始碑，所以说只能就是传授这听这边去说。咱们进去看看。你看门口，它这个还保存的挺好的。这都是建寺以后的这门洞。这还人家这还是原来的洞，能知道什么洞？保存的挺好的。这个从古时候也是重建，解放以后后来以后也给人家修建了一次。重新修建了。都重新修建了。这是以前咱们的一个就是四合院嘛，又东又南又北又西，都是我记得的时候这。人家都还是一个四合院，这房子都还挺好。咱们这你看这碑文记载，这都是吧。这个碑还挺多的，但是碑的你看这碑还挺，就我这个房里边好像是还没了两块三四块了，可能也。这个房墙上墙户啊都有的，都他把这摆了都埋在这地方。以前咱们好的摆梁，这是这房摆吧，东边的有个摆梁，
这是这儿借的拜的。以前咱们你看问的不是摆桌儿那些，看有的一接站以后就有那咱们电视上看的那种塔呢，塔梁，人家有咱的私域，并且人家就是说，香火还挺多，香火挺旺了，就是这周边的往布置，那边的布置那边的，还是家子供养这块都有，都是来这去，烧香拜佛。现在里面还供奉的佛像、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刚才跟你说的，人家传出的一个师傅啊，这你看一下，就是这个师傅，对，这就是师傅。师傅呢，这现在的师傅，他现在这一不完全是。头颅呢？这一切呢？这是让人给把头颅给偷走了嘛？给亲人拿走了。然后后来以后，咱们这是又是请了人家过来修复，这专门这修复这佛像的，人家重新塑了一个头颅。就是这圣上还是请示的，人家圣上背上还有刻里头有字的，就他的了。这是第几节了不懂？就是说了，这就是从三代了，后三代。妖精！后来不知道我咋听。他是个道童。他道童。就这个，你看我记得可能是属于这。玉泉儿草鸡，他鸡，草鸡他家。玉泉儿，而不是玉泉寺。玉泉儿是为骨头味儿了。玉泉儿。白衣之超级啊。这些寺院泥庵都已经荒落破败，变成了废墟，但是看着这星罗棋布的遗迹，不难想象这里曾经的热闹和辉煌。从小观养桃子，观养桃这大夫，这大夫留着执着长脚臂，放里面的面放里面来了，这写的是吧？这是也有抢，康熙38年，四季一六八几年，就是38年，一直是第39年，一六八几年，对吧？1680年，就是300多年吧。咱们这从这拜文记载的和寺院好像是说吃的创名的时候是元朝至正年间，到现在是200多年。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研究室？研究室上一个寺院跟这个玉泉寺这是并列的，具体的年份，哪一前哪一后，人们说是玉泉寺，玉泉寺比研究室大。每天早起都有这边给你诵经，诵经读经书。和尚到了这啥，每年都是轮流的，还是不说是你在这住的，一直在人家还是调配个意思，就是了，所以呢，舞台搁在那住的，这是给我说的，卖个一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你到起来你就可以回去，你再换上。轮流来调不进的地方。这道中这都是道法莲花，应该说是一个种算。我因为上牛场我就算个字儿，这从这有些能管好几样，我这是立出一半儿算个字儿。你总体来说，这因为上就花菜，这个是都算莲花，莲花底下要池塘。意思是这有水呢？有水，为要是为办法，我也不找水，我说花瓣上有水。你说人家我。苏王家人杨文生倒是出了我们大官，他是得了这江华。那咱们村里面出的最大的官是哪个？他这是人家孙世昌，孙世昌，
现在是什么位置？松树村都不在了，估计他都是人民大学校长。进公司。我松树超，松树超这是的，中国的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啊，副总经理。总经理，人家后来当过。哦，嗯，总兵以前是咱们国家计生委的副主任，可能是后来退了以后，让国家的健康协会，嗯，人家当了会长，可能是这一次不是回来给咱村子还发了这妇女们的是卫生健康用品。啥人你去？好的，就是，好的，就是，你这不是这麒麟是啊？麒麟，哦，就是挺像的。啊七两这应该不是在下来转了，嗯嗯，那他这意思，张地开不是一身管木，里头搁了我就不是一身管木刚炒那个小的那儿吗？啊，那下来这不是直接一杆一管木哟，光是斧头我这是爬了一老包，这前后不如这是老，你就不是干光是斧头这个爬了一老包，嗯。问你就问你一住住嘞，嗯，你瞧放的，一住住放的，你瞧放的，净住是十住，列为秀字儿，可能说是十住。这放生那啥，我这是叫铁户房，铁户。嗯。我们知道这户是啥意思吗？户哪个？这字头下来抢我的屋，哎户。啊、哦，什么意思？嗯，这户这是过去的官的朝王办。人家朝西上江街上朝朝的段啊朝王办，嗯，就是朝上你是一官，没朝王办你这不上平，这话提到这位大叔五口玩意没算是故乡，出张旗蔡张谷的谷，出张旗蔡张谷，哦，你说这面也不得，外面也不得，我也搁他那最最外接菜的地下这一条，这一三米就刚一条鱼儿了，这一三，再说了就是地下的条鱼，我也会弄得了，我接起来，我也弄一下下来，我也试一下，你就弄嘛，就这样吃惯了，那我这爱的放可多了。一方山水，一方人。百日的山水成就了这些精英，而这些精英也为这山这水的灵气做了最好的注脚。也是在不经意间，一次次偶然，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百玉的自然和风光吸引着我们，百玉成了当然传媒的影视拍摄基地，十多个精品片子的外景地来自这里。百玉有它的魅力，我们有和百玉的缘分，这种缘也许使我们更充实，也使百玉更完美。